最一开始是希望小朋友可以有一个安全，然后快乐玩乐的地方，然后又可以有一些对他有一些启发性。所以我们那时候看到积木这个东西，对小朋友其实来说它是非常好的一个游具。那我们想到，积木既然小的可以玩，那我们是不是可以用大的积木去把它盖一个主题性的场馆，让小朋友可以融入整个情境里面去，透过玩积木的方式，协助我们去盖场馆，或甚至是对他们自己可以。 不用建筑自己想要的乐园的一种概念，这样子。所以我们看到的像这个材质是什么？我们的积木都是用韩国那边开发一种叫 EPP 的大型的安全积木，那它本身是安全无毒的。那它最原始的用法是对于汽车的缓冲，所以它高缓冲性，而且它不容易粘黏污垢。那后来我们甚至把它做成是有点家具开发。 那我们的应用就是说，这东西既然可以用到家具，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把它做成是整个用来盖乐园这样子的用法？是，所以这个是我们台南第一场。这是我们全台的第四场大型活动，那在台南这是我们第一次首场这样子。那目前门票从几月开始预售？我们门票大概从5月多开始早鸟票开始转卖，那6月中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卖预购票，目前已经售出大概5000多组。